合了，而且不管慢点不管也看效果嘛，先看效果嘛。对，这快慢其实是一样的了，效果有区别，有区别的，快一点的话摆好一点。嗯，但是你要跟着它，也要跟着那个。跟着那个烤炉的速度有关系。切断了吗？切断了。切断了。很好，很好。切都不怕。不要噻，就行。这个就不要了。看到这个长度是多少？两股的。两百八是吧？对，两股的，两百八的。我没认真。哎，好。我再看到这个松料，这个看这个效果怎么样？哇，这切得很好，你看。这客户说好的行，我们说好的不行的，是不是？做得好了，还有什么理由做不好？嗯，这个你说的不会跌不会。哎，这个点你看这个不行不好。这个速度还是慢的。没有，其实第一块这个很关键，第一块。第一分，你先别动它，看它怎么样。别动，它会往下掉，往下来，已经往下了。送出来快点，或者稍微再快点。送出来，或者小车快个一点点。对呀，小车快个一点点。你看这个是回接快一点，你看回接快，小车下快，小车是整个在快。你看第二块跟着走了，你这个根本接不上了。这个没接对。对呀，没接对。这个速比不对。看第三块怎么样？第一块也是，第二块、第三块一样的呀。第三块怎么样？不，他刚开始，这速度是有点问题，速度还有点问题。这个下来了，马上下来的话，这个回去的时候这个下来嘛，掉下来马上第二块送到这里来，对对的，像这个下来了，这个。你是高的话，哎，你看这个马上就不行了，你看。速度再搞一点。不行，没。这个是慢还是快啊？慢，就送的丢人。这速度再设定下来，切的都是一样的了，切的都是一样。你不相信的话，现在叠层的话都没问题了，叠层还是很好的。你看，要是叠层的可以的，叠层就绝对可以。你不要切的话，要叠层可以的。哦，不要切的吧？那切的关掉了。我现在主要是我是切的呀，大家都要切的呀。那你不要切了。不，还客户要求切，要切的。你不切的话是是，现在就是数比，主要是数比搞对的话，那没问题。不切的话是可以的，来回。现在还有我们这个数比，就是这样，等于就是要两倍的速度。嗯，来的时候是一倍的速度，反正要一定是这个是。你看，如果是再快点的话，就可能不会弯过来。是，他往后会透气。要慢，现在都送了，送过来。280不止了，还要快。喂，他一下子送过来是280都不止了，你看。想不想直播吗？他要送过来，正好相当于正好也要送过280。你看了吗？正好一块掉下来，正好送下一块。你看了吗？放掉啊！哎，不就让都送给。